好，我哋翻嚟红雨嘅 Tasty Money 系咪仲红雨啊？我都唔睇天气嘅，你话俾我听系咪红雨？喂，咁啊，而家68点啊，升紧25,776点，成交咧138亿嘅，咁啊都兴奋嘅，因为有啲个股咧都升得唔错吓。喂，今朝请嚟罗尚佩先，罗尚佩，早晨啊 ，Eugene。嗨，大家好。嗨，你好啊。喂，个市呢就琴日调一调啦，因为即係啲科技股啦即係回一回跟返美股嗰边啦喂，回够未啊即係定係开始即係接近去到加息嘅时间呢都可能会淡少少啊，你咩睇法啊？我觉得未调完嘅。我觉得未调完嘅，因为即係开始我明显地见到呢有啲钱呢就走返个 A 股嘅。係。係啦。咁呢样嘢对港股呢真係都小心下。即係你知㗎啦。啲资金一出走。係啦。就冇回头。佢哋要炒嘅时候炒到你飞天都得。佢哋唔炒嘅时候呢佢就真係唔掂你嘅真係。係有啲钱走咗嘅呢样嘢真。係有啲钱吞咗 A 股呢样嘢真。小心啲，咁我諗個市係未跌完嘅。係。今日呢大家都睇住，即係呢兩日都睇住20天線啦。25,600零咁哎呀穿唔穿㗎，因為20天線都好耐冇穿過，10天線都好耐冇穿過。成兩個幾月都冇穿過。咁就騰訊囉，即係最麻煩就騰訊㗎啦真係。係。咁你升咗咁多你俾人唞下啦大佬啊。唔係呀，我話麻煩呢唔係話佢唔跌啦，话唔升啊，而系咧佢跌唔死啊，系琴日嗱，你今日开市270.06，琴日基本上都两次试270嘅，系啊，系啦，琴日都两次试270蚊嘅，咁啊又俾啲国内钱又买翻，又买翻2-3蚊上去，系啊，咁啊搞到咧即系半死不死咁样，即系最麻烦嗱。如果你话腾讯碌落260蚊嘅。系，咁啊爽啦！我哋炒转短嘅都好啊，系咪先？嗯，你落到270蚊，你又唔系好想炒，但佢又睇跌唔落，唉，真系阴公！大陆钱买紧啊，腾讯。哦。又唔系多喎，佢又唔系买得。唔系买得多啊，系咯，我见到唔系买得多喎。唔系咧，吹佢唔涨啊，即系买翻20蚊上去就话你叻啫，佢又唔系买得多。咁因为咧，我都同啲国内嗰啲友好讲啊。系，咁我话喂，只腾讯你惊唔惊啊？咁样惊咩？佢哋唔惊嘅，日日用啊，大佬。唔系点解佢哋唔惊咧？唔系日日用嘅，佢唔惊原因就佢冇乜腾讯啊，不嬲都。哦。系啊，佢话唉，真系知吉你啊，你炒到爆灯啊。系。即系腾讯啊，一路以嚟都冇乜几多。嗯。因为之前你譬如炒吉你啊、IGG啊嗰一堆噶嘛。系。咁所以腾讯一路升咧，佢哋冇得卖啊。今日咁谂啊。哇！跌成10蚊落嚟，咁都可以買翻啲，咁啊真係喺270蚊買翻啲。咁啊，同埋最慘咧，就話：，你唔驚嘅咩？即係 Nasdaq 嗰啲係咁跌喎，咁樣。佢話：，唉，使乜驚啊 ？Nasdaq 嗰啲咁嘅咁渣，梗係跌啦。跌幾多係嘛？我哋騰訊啊，又微信，話亞馬遜有冇微信啦？亞馬遜都冇微信，我哋騰訊就有微信，又有 AR， 咪又有 VR， 又有 AI。又有網購，乜都有。你美國 Nasdaq 嗰啲咧，亞馬遜係賣書啫嘛。而家唔係賣書啊！即係佢哋覺得啊，亞馬遜係賣書嘅啫嘛。Facebook 係咩社交平台啫嘛。咁呢啲嘢，我哋一隻騰訊全部都有。係咪先？咁咪話騰訊會跌得幾多啊？咁樣啊，所以見到270蚊，佢哋又買翻啲，真係隨漲。系，咁即系我谂住有个260蚊嚼下，我都系谂住260蚊噶，但我琴日有话270入第一注嘅，第一注啫，第一注就通常唔多噶，系好少噶，通常都系。咁你个第一注同第二注，你入咗个第一注都唔知几时买到个第二注嘅，真系。系啊。你嘅第二注几多？260。260咯，就系二。同我一样啊，我250、260、270分三注。我而家位高啊，大佬啊。諗住啊，咁但係而家你270都穿都叫做掂一掂，咁你260點買啫，都好似似乎買唔到，所以你買第一注，你好似買唔到第二注，咁啊不如第一注都慳翻。但琴日美國嗰啲係仲跌緊，嗱騰訊其實好抵死嘅，每一年有一下咧係得驚無神咧就跌落去嘅，其實我就等緊呢下，但係。
即系会唔会有呢咁样？等下等下，好似楼价咁系嘛？嗱，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有钱噶嘛？啊，你啫，预咗几十个亿嘅资金去买噶嘛？人哋嗰啲十万八万嗰啲，你等等啊，腾讯，哎呀，隔篱嗰只又升，咁你就走咗隔篱嗰只噶啦。系咪？咁啊，个个都走晒隔篱嗰只，咁所以腾讯就唔关我哋事嘅，即系讲真，真系唔关我哋事。咁行咁耐以嚟。都唔关事，唉，不算啦，腾讯，唔系我哋玩嘅啦。但系，喂，不如讲下只长城汽车啦，吓、啊，喂，长城汽车更加算把啦。点啊？即系其实会唔会好似而家大家买咗惊，好似即系恒大咁啊，唔肯走啊？即系我咁啦，其实系因为即系我惊一阵恒大咁样夹，嗯，唔会，佢凭咩好似恒大咁样夹啊？佢冇股仔啫，但系即系可能夹淡，啲人话夹淡仓都会夹埋上去嘛。唔会啦，我觉得。点解啊？我觉得呢下要散一散水啊，11蚊楼上。系。系啊，因为其实又系一样，吉利个翻版啫嘛。系。吉利嗰只玩法啫嘛，你通我嗰几个礼拜前都讲，即系唔系话咩？你吉利咁样抽上去咧，跟住一定系只长城接力嘅。嗯，咁、嗯、多个月以嚟都系咁样。吉利一升到爆位咧，长城咧就会一下接力噶啦。长城接完力之后咧，就会到港气噶啦。2238，系啊，佢、啊、就会到港气噶啦。咁啊，今次唔知港气会唔会啦？今日港气都行紧啊！港气而家都4% 啦。东方六倍。佢哋个玩法就是如此噶啦，即系腾。吉利一隻啊，帶起全家，系嗰家人咧，究竟得唔得咧，就冇人理嘅。系，但系比亚迪死咗系嘛？比亚迪升1%。喂，比亚迪唔算汽车股嘛，冇人当佢系汽车股。嗯，系咪先？即系我见到嗰啲都系吉利、长城、港汽。嗯、好啦，到港汽都炒埋啦，跟住又换咗一个礼拜啦，跟住吉利又嚟噶啦。系。但系个游戏几时？這個音樂遊戲幾時斷？係啊，幾時打冷鐘啫嘛？喂，融創中國升咗10%，哎呀，據報哇，融創入股樂視旗下嘅地產業務啊，唔係嘛？樂視嗰啲嘢都好嘅咩？我都話啦，得樂視得天下，融創就係得樂視得天下。幾時講啊你啊？我喺 Facebook 講，Facebook 好耐啦。喂，我第一隻，我有个 Facebook 节目咧，我第一隻讲嘅股咧，有宣传、啊，嗰个节目叫做 A 金解密啊。系，其实第一隻讲咧，嗱嗰阵时讲咗三隻，一隻就融创，系，一隻就系3899，三八哦，中泽安瑞丰，系啦，都上过5%噶，一隻就系3323，哦，中建材，系，都上过去5蚊噶，嗯，嗱咁嗰阵时讲嘅1918咧，其实6个字嘅啫，得乐视得天下，系。就是咁簡單。嗱，我哋睇樂視就係話佢冇錢啊，英超都比唔起啊咁樣啫。咁但係你唔可以無可否認，樂視喺大陸個平台都係堅㗎。係堅㗎，佢個平台。而家融創孫雲斌去買佢個平台翻嚟啫嘛。嗯。連埋後邊啲 NAV， 連埋啲地產。我好想買翻內房股喎、啊。內房股梗係唔買啦。點解啊？我想買翻2007啊。2007啦，唔系内房股啦，我唔知系咩股嚟嘅啫。碧桂园都唔系内房股，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碧桂园个名系内房股，但个股价唔内房咧。即系咁，恒大都唔系啦。系啊，因为嗱，恒大、融创同埋碧桂园三只都唔系内房股嚟噶。嗯。嗱，你炒恒大，你炒到而家咁样啦，系咪？嗯。你炒嘅嘢里边有几多一有几多毫子系内房股啊？系。冇人讲系内房股嘅。嗯。啊，都系嗰啲回归 A 股啊，嗰啲减债嗰啲啫嘛，融创系炒只乐视啫嘛，碧桂园我就唔知惨乜啦吓。咁算内房，其他内房688嗰啲边有表现啫？688唔好搞啦，唔喐嗰啲，直情唾弃啊，抌咗佢。开始收紧嗰个按揭啦，大佬肯定。系呢、這个肯定。但系大陆大把人有钱啦、啊。咁啊点啊？大把人有钱咪敷皮啊咩啊？唔系，即系敷皮啊！嗱，梗系噶啦，咁但系你见到话，即系如果我系炒嘅，我唔系住嘅，我见到执我敷皮啫，执边嗰啲敷皮唔到，啊按揭做唔到，咁你都炒唔起噶啦，系吓咁啊，都得我一个喺度买，个个都炒唔起咩？系咪先？人哋问你、啊Facebook 系咪叫 Eugene Law 啊？我个名系 Eugene Law 嘛，系即系 Facebook 都系啊嘛？
唔通我的名叫梁心恩咩 ？NK 五，我答紧 NK 五啊！你唔好嘈啦，人哋真系问你啊 ！NK 人哋 NK 女仔名嚟嘅，忠实粉丝嚟噶，你唔好搞人啊 ！NK 女仔名马上进入 ，OK， 马上 join 大罗生杯，佢约定你啊，已经系啦，唔系即系内房其实系会有收紧，所以纯内房股咧呢排都唔好掂，六月都唔好掂啦，纯内房股咧七月后啦。是七月后啦，即系去到暑假咁上下时间，跟住再搏佢金九银十啦，咁都有啲机会。但系呢期唔好啦，吓咁你唔好再问我就系话，哇恒大啊、融创啊嗰啲内房股得唔得咁样？你将呢两只摆落内房股嘅话咧，我会即系觉得你真系完全唔啱呢个潮流咯。因为呢三只加埋碧桂园，即系根本上唔系炒内房嘅嘢，你癫。系。癫噶呢三只，演梅终于醒啦！演梅快啲啊，大佬！我转晒落啲旧经济股度，因为梅啊，梗系1088啦。系，但系我纯粹睇图啫，我纯粹即系演梅都 OK， 掉落去睇图就算啦吓，即系演梅都 OK， 唔好搞啦。你要睇图啊？喂，914得唔得啊？914得噶，其实系慢啲咋，914系得噶。914323，但如果即系你话而家我已经摒弃咗旧嘅思维噶啦，即系以前我都未必会咁样，即系买一啲不断咁强势追落去嗰啲股份咧。但系而家要摒弃呢啲思维，因为基本上你而家唯有跟啲北水去走噶咋，即系冇得死啊，冇得拣噶。你唔好谂得太多，谂得太多仲衰。914啊，嗱914因为落大雨啊，大陆都。哦，咁好难运啊嘛，啲水泥，跟住之后，梗唔系啦，嗱，你哋呢啲又话旧经济，我教你个旧逻辑，你又喺度咦吉吉，系咪啊？你旧逻辑，嗱，以前十几年前嘅逻辑就系咧，落雨就买水泥，系啦，嗯，点解咧？因为落雨系通常冧几间屋噶嘛，吓，因为冧咗啲屋你要起啊嘛，起咪水泥咯。喂，华东水灾嗰阵时，水泥股好犀利噶。哦，我净系记得头款就华东水灾。你四川地震嗰阵时候，水泥股都升得好犀利嘅。系。啲发觉难财嘅。系。啊，俾多只 number 你啦，唉。讲，都唔知。2689。哦，九龙纸业，张欣，你最中意啊，女士？我冇留意张欣，我完全唔系因为张欣咯。如果亦冇。冇張欣而家19蚊啦，有張欣先9蚊啫嘛。睇住啦，2689啦，睇住2689同埋914啦。系。914都會慢啲嘅，因為即係而家都係華南區，同埋好似上海都落過一陣雨嘅。嗯。但未至於你話係暴雨成災嗰只。華南區而家就你見到香港都瀨曬嘢啦。係。啊，咁啊，914喺華南都多噶，啲生產。系个市场都大噶，914喺华南区，因为喺珠海有个大厂嘅。哦，嗱，另一只九龙纸业啦，九龙纸业咯。2689，琴日都有嘉宾区嗰只。你讲咩啊？点解？即系又系讲，因为网购咧，啲亚通纸嘅纸嘅需求好高。Oh my god！ 咁呢个系好 very good， 好长远嘅谂法。咁你美国经济好嘅话，其实纸股敏感度咁高都 OK 嘅。又是原因嚟嘅，你话网购令到亚通纸嘅需求增加，系真系一个原因嚟嘅。系。但系即同一样嘢嘅啫。淘宝天猫就做同之前同顺丰开拖嘛。嗯。呢样嘢对九子有影响嘅。系。啊，因为九子嗰啲靓纸嚟嘅。系。啊，咁啊，顺丰系用靓嘢噶嘛，贵啲噶嘛。嗯。吓咁啊！如果你话淘宝天猫同九同呢个嘅顺丰开拖咧，系会令到顺丰减少用九纸嘅。哦，你用其他嗰啲嘅集运咧，佢嗰啲纸咧系差啲嘅。嗯。你好简单，好简单嘅啫。你去淘宝嗰度买，你指定用顺丰做运输。你唔好话一张纸嗰啲啦吓，唔使话送一张纸啊，送一箱嘢一个箱咁样啦吓。如果你大陆嘅话咧，我唔知道香港啦。如果大陆嘅话咧。佢系用两层嘅亚通嘅，系你唔明噶啦，两层嘅亚通嘅，咁你其他嗰啲咧，好多送嗰啲箱咧，都系一层亚通嘅，薄好多嘅，系啊，呢样嘢系嘅。咁我叫买九龙纸就唔系呢样嘢嘅，系个盈利因素嘅，嗯，吓佢可能会六月加价佢啲产品，可能会六月加价，咁即系其实佢基金经理讲嘅咩，会同你呢啲讲嘅咩？
我洗春同佢讲咩？你叫张根食屎啦！佢识做咩咁啰？佢识条毛啦！咁你又买人哋只股票，有咁嬲？两面不是人啊！嗱，爱与恨同埋股票上与落系冇关系。咁啊系，我都觉得系，我系唔会因为争某个人而买嗰只股票，好傻嘅啲谂法。佢会加价嘅，佢今年嗰个嘅盈利都应该靓仔嘅。系系系。嗱，佢旧年个 net profit 几多咧？佢旧年个 net profit net profit 系110几亿噶。系。110几亿，今年个 net profit 咧可能系去到200亿噶。嗯嗯嗯。啊，唔系20几亿噶，20亿噶。嗯。吓，系啊，咁啊真系差唔多 double 嘅今年。哦。六月有機會加價嘅佢，佢啲紙係好有機會加價。好、啊，你唔好咁快買，一路講你一路升啊！只九龍紙嘅話，你班網友、啊、有人睇，有成千人睇緊，大佬啊！有成千人睇啫，有冇成千人買啊？係啦、啊，留意一下咯，留意一下。好，喂，我唔係話叫你買，你解釋翻只834先啦、啊。俾人搞咯，俾人搞，點搞法咧？佢癲嘅搞嗰、那個。哦、oh, ，OK， 咁仲搞唔搞？佢輸錢嚟搞，唔應該唔搞啦。唔搞啦，即係而家今日定翻啦。已經係忍咗幾日啦，真係忍咗幾日。好彩我都係即日先啫。唔係你忍咗幾日，你話嗱你要搞嘅，係佢唔係拎貨搞喎，係佢拎錢輸住嚟搞你喎。咁即係哦，用佢本身人，咪係。我咪睇下咯，你输得几多先？日日俾你输啦，唉，日日俾你输，你输得几多啊？跟进紧啊，善仪，善仪跟进紧系。系啊，嚟啊！我谂开始啦。系咪啊？开始啦，都唔知系咪鱼啊？希望啊，大家小注怡情吓，即系我嘅。九龙纸业咯吓。系，同埋914啊，佢唔拣3323喎吓，拣914喎今期。3323难炒啊。系。都系3323难炒、啊。其实水泥股啲档系有啲难炒。系啊，3323啊多大陆钱喺度啊。系。914多基金钱喺度啊。系。系啊，基金嗰啲货唔会同你揈来揈去，有红鱼有黑鱼啊嘛。系啊，3323啊真系一红鱼就冧嘅真系。系嘛？系啊，所以914同埋2689啊。好啊。睇住先啦，呢啲吓。OK， 咁啊，刘尚佩赶住开会，咁我就红宇都开会嘅，唔知咁多会开，我唔阻佢吓，咁啊，红宇先嚟开会，日光日白啊，天气好啊，个个去浅水湾食早餐啦、啊，鬼有你份啊你，一落雨又喺公司嗰啲狗仔又扮冇嘢，就扮有嘢做咧，又但其实又冇嘢做咧，咪开会啊开会啊开会，即系你咯，咁我最憎开会啊，系我都系最憎开会，所以我公司系唔开会，我希望啲员工珍惜呢个唔开会嘅机会，因为求其。食饭嘅时候讲两句咪当开咗咯，系咯，认真喂啲嘢老细谂嘅，员工唔使谂噶，等我谂啦吓，咁好啦吓，你继续做你好员工啦，拜拜吓，咁啊系我哋系冇开会文化嘅，因为咧即系本公司得几位员工啦，同埋本人咧真系好讨厌开会，所以咧我哋系唔开会嘅，咁啊希望咧啲员工咧知道呢度系冇开会咧系会开心啲，因为即系都听人讲好多，即系如果大家睇埋啲咩大台电视剧咧，开会真系好想死，系啦，咁我呢度就唔开会，即系虽然 brainstorm 系要嘅，但我觉得有纪律地、自律地。就會有即係又會有新 ideas 諗嘅，雖然好多時都係我自己諗，咁但係咧就我覺得開會咧係令人困喺一個空間嗰度咧，好辛苦，因為我係唔得嘅，即係唔可以逼我喺一張即係譬如呢張凳咧，我唔可以坐10个钟。以前翻工咧，曾經做過國際台咧翻譯新聞咧，坐9个钟，即係食飯嗰個鐘唔使坐啦，坐9个钟，我係有少少覺得啲煉獄嘅感覺啊，即係我唔可以做 OL 嘅其實。即係坐9个钟之後咧，我1个钟可以去4次厕所，因為我真係坐唔定，即係你咁樣會令我覺得好痛苦，所以我係做唔到大眾，即係大家做嗰啲工作，我都佩服大家。所以呢一度咧，我都唔可以坐得幾耐，因為你叫我坐嗰時 DBC 坐到3个钟咧，我中間咧都閃走幾次啦已經，咁所以咧我係坐唔定嘅嚇，咁啊所以可能啱做呢啲工作啦咁樣。喂，我今日有推介，但是个推介咧喐咗，我而家深深地有啲惊吓咁样。
因为呢个推介我觉得是好嘢嚟嘅吓，咁啊都希望大家等埋我先，因为今日呢小炒王国嘅嘉宾呢吓有事就未能出席，咁但小炒王国系唔会冧嘅，因为我一日都喺度嘛，系咪？咁我哋休息一分钟吓，转头翻嚟听小炒王嘅推介。